爸爸在帮你剪头发，修剪头发。等一下嘛，米娅，等一下就好了，米娅。外婆在帮你剪头发，等一下。米娅，你看这个。好，乖乖，外婆剪，外婆剪哈。自己梳头，你梳这边剪。对，自己梳头发。好，乖哦。自己梳头，你妈你耳朵压下去啦。我没有要剪耳朵啦，不要那么紧张。米娅，你没有给外婆剪那个。